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这一次回到澳洲来，参加了图文巴的戒律学习的活动，时间呢大概有一个多月，学佛戒定慧三学是一体，古人说三学一缘，佛法就兴旺了。这兴旺什么意思？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真正得到佛法的受用，我们自己修行如法，得定、开悟、证果，整个佛法就兴旺了。所以要记住，佛法的兴旺在我自己。我自己不能行了，佛法就不能行。从哪里学起呢？从戒律学起。那么现在佛法衰了，衰到极处了。为什么会衰呢？把戒律疏忽了。戒律是佛法的根，禅定是佛法的本，智慧是佛法的花叶之果。像一棵大树一样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什么最重要？根最重要，不是花果。有好的根，自然有好花好果。如果根出了问题了，花跟果都收不到了。我从学佛开始到今年63年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受过西方教育，有这些科学的概念，总认为学佛法我们要学智慧，要化果，不要根本，这个错了。所以学了一生呢不得受用。当年老师叫我张家大师，那个时候我26岁，老师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兴趣在什么地方，如果他强调戒律，我们可能就退席了。我不学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学？戒律是生活规范，那佛经上所要求的是印度人，不是中国人。而且释迦牟尼佛灭度到我们现在2500多年，那是2500多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，我们现在学它干什么？我们不想做印度人，
不想做2500年前的印度人，我们是现代人，有现代人生活的方式，所以这个戒律的概念进不去了。啊，老师有善巧，啊，他教我，我们约定是每一个星期见一次面，星期天，啊，他会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啊，他要是有空，他会给我2个小时，如果他事情多一点，客人多一点，他会给我1个小时。那么每一次我离开，大师一定送我到门口，会在门口啊，在我耳边上说一句话：戒律很重要。啊，慢吞吞的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说，说5个字，戒律很重要。啊，我也是耳边风，啊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我跟他3年，这一句话呢，至少听了几十遍了，啊，总有60、70遍了，耳熟了。啊，3年，大师圆寂了，啊，我失去这么好的一个老师。心目当中最敬仰的、最尊重的老师过世啊，我们有一些比较亲近的弟子啊，在他的火化炉啊，特别为他造了一个火化炉啊，跟一般的这个殡仪馆不一样啊，特别为他做的。我们有10几个人，搭了几个帐篷，啊，围绕在火化炉的旁边。他们那一些人守了7天，啊，7天7夜。我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请3天假，啊，在帐篷里面待了3天3夜，就认真反省。3年。老师教我些什么？啊，除了大家知道的，啊，第一次见面教我看破放下，啊，从哪里下手？他教给我6度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。他教我这些，那么最深刻的一反省呢，就是戒律很重要。他跟我说这么多遍，我都没有在意。为什么说这么多遍？我就想一想，我想了2个星期，就想通了。佛法是除世间法，不是世间法。啊，出世间法就是要超越六道轮回，那戒律就很重要了。如果不想离开六道轮回，啊，不走佛的这个教诲的路子，可以学一点佛学知识，啊，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要真正解决问题，一定要遵照佛菩萨的教诲啊。那么这么多年来，前年台湾的国清法师来看我啊，我的记忆很模糊了。他是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晚年
最后啊，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。啊，他是内典研究班的学生。啊，这个研究班只办了四年。啊，是大学研究所，学生只有八个人。啊，这八个人跟李老师学习三年以上。啊，而且老师在所有学生当中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。啊，八个学生，六个是男生，两个女生。女生进入这个班的条件，当然了，第一个是大学毕业了。啊，女生老师对她的要求，这一生不结婚。啊，把这一生奉献给佛教事业，啊，才能进这个班。啊，八个学生都不错。啊，最突出的就是国清法师专攻戒律，啊，告诉我他有这个机缘，啊，出家师父支持他，啊，护持他，啊，他能够将一切放下，专门在戒律上下功夫，做了三十多年。啊，我见面的时候非常欢喜。啊，我们这个班上啊还有人才出来。啊，这个研究班有六个老师，八个学生，啊，六个老师，我也是在其中之一。现在八个老师还在的，就是我跟台中徐显明老师。我们两个人在，其他的四个都往生了。啊，这一次我特地要他到托马来，啊，给我们这边在家出家同学上一堂戒律的课程。啊，大概明天是后天呢，他们就要到了，非常难得。啊，我这个戒律是张杰大师用三年的时间让我完全体会到。啊，肯定这是必修的课程。啊，戒律最重要的帮助我们放下。从哪里放下？六根戒除六尘境界，啊，眼放下色尘，耳放下音声，这是真正持戒。啊，它的效果就是清净心现前了，平等心现前了，无量寿经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啊，觉就是开悟，清净心现前就是阿罗汉，平等心现前就是菩萨，觉就成佛，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啊，就成佛了。可见的戒重要啊。啊，这个戒律把它讲清楚讲明白不容易。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机缘，希望同学们不要错过。授课期间全程录像，啊，将来这一套光碟
依照这个光碟学习，也能开扩展。啊，戒律，专攻戒律，要我们啊，在古时候，无论出家在家，想学佛，首先5年学戒。啊，出家在家都一样，有这个根基，就能入门。啊，像中国传统文化，从哪里下起学起，也是戒律。啊，它不叫戒本，它叫《弟子规》。啊，儒家叫《弟子规》，道家叫《感应篇》，佛教里面叫《十善业》。啊，从这学习。啊，至少也要花1年的时间，把《弟子规》、《感应篇》、《十善业道》落实。你才能入中国传统文化，如果没有这个基础，你入不进去，你虽然学，不能够弃入。啊，要想弃入，一定要扎这个根。啊，所以儒释道的3个根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，扎根教育。这个根扎不牢，孔子来教你，释迦佛来教你，都没办法。啊，所以自己学要把学的条件具足。我有这个条件，啊，我有这个基础，能够接受，那学习起来不难。啊，那我们要问，今天这一段的时间，我要特别给大家介绍的净土宗近代的一位大德海贤老法师，去年往生的，啊，去年元月往生。往生的时候他112岁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生长在农村，从小就跟农田农地结了缘，啊，所以他的农耕的经验非常丰富，而且人很勤奋。啊，一个人一生当中种了100多亩地，啊，是我们非常好的榜样，我也介绍给他给大家。那么我们要问他有没有学戒律？有，学戒律的时间应该很入法。为什么？100算今年算起，113年之前是清朝光绪年代，那个时候社会跟现在环境不一样，社会有传统文化，虽然比不上过去，比过去差了，比我们现在的好太多，所以有根有本。而且那个时候的出家人传戒很认真，啊，传戒的期限是53天，啊，不跟现在一样，现在缩短了30天，我还听说有1个星期的，还有3天的，啊，就学完了。那这是一个仪式，啊，过去社会大众不承认的，啊，53天可以学到一些基础，啊，这个是我们老一辈的，啊，我上面一辈的都受过
这个教育啊，所以他们对戒律虽然没有深入，三规五戒啊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菩萨戒，他们做到了，都能够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，有戒律有威仪，所以他有很好的成就啊。这个老和尚他的长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啊，具备这三个条件，这三个条件在我们现在社会里头很难找到啊！现在人不老实，不听话，意见很多啊，不认真看啊，所以我们怎么比都比不上古人啊。那么现在这个时代，往后也如是啊，在这个时代里头，我们希望将来都能够升到极乐世界，都能够亲近阿弥陀佛。那么学习必须具备的条件，学习哪些课程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满自己的愿望，这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夏莲居老居士给我们汇集的无量寿经，我们所学习用的经本啊，在这个十几年当中，海内外许许多多人反对啊，让许多同学本来学这个本子都退心了，不敢学了，改变了啊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批评的人也很多啊。有人来问我，我为什么不改？我说我不能改啊。为什么？我这个本子是老师传给我的，李炳南老居士啊，老师不会骗我啊。老师要我学这个本子，那我就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啊。他这个本子没有教给别的同学，只教给我啊，所以我在海外弘扬这个本子，在中国大陆，黄念祖老居士也弘扬这个本子，在那个时代，20年前，弘这个本子就是我们两个人，啊，我们见了面，无量的欢喜。啊，我们决定不会改变啊，天下人都不学了，我一个人还是学啊，我不会改变方向啊。大陆是一这个言语说不拐弯啊，我们是一直学到底啊，讲了10几遍啊。早年是以李炳南老居士的眉注讲这个，讲过10遍啊。现在是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这是现在讲的是第4遍啊。从头到尾讲一遍要1000多个小时啊，所以一天讲4个小时，要讲满300天
啊，这部经才能讲完。越讲越有些味道，越讲越欢喜。啊，没有想到海鲜老和尚为我们做证明啊，证明下联句的汇集本正确的，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，没有改变一个字，真经。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确的，啊，完全用经论来做注解，啊，他这个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总共193种资料汇集成。注解，所以注解是正知正见，绝对没问题。第三个，为我们这些人做证明，我们学这部经，学这个法本，依照这个注解来学习，绝对没有错误。啊，这是末法时期，我说了，世尊法运还有9000年。这个本子，这个注解，在9000年当中会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一切众生依照这个法门，依照这个法门修行，决定可以往生。啊，这个老人因为不认识字，师父决定是开悟的人。啊，他的师父叫传戒法师。啊，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告诉他一直念下去，他听话。你看他念了92年，啊，20岁剃度出家就念这句佛号，凭着他的条件，老实听话真干，这他的条件。凡是有这个条件的人，念佛3年，肯定的功夫成片。啊，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呢？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，这叫成片。凡是念到成品，你一定的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念佛人往生，活在这个世界，至少3次跟佛见面。啊，第一次就是你已经有这个条件了，佛来会通知你，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。啊，到你寿命来终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往生，他会来通知你。啊，这就是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，也是想心里面想佛，常常想佛，没有间断，口里念佛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，口气肯定必定见佛。啊，佛一定会来通知你。啊，或是在定中，或是在梦中，啊，会很清楚来告诉你。啊，那么有一些聪明人见到佛了，知道极乐世界好，啊，会要求阿弥陀佛
我还有那个寿命，我不要了，我现在就跟你去。绝大多数阿弥陀佛都同意，就会带你走。跟你约定时间，来了三个月之后，半年之后，或者一个月之后，会跟你约定。那这第一次见面，第二次见面的时候，约定确切的时间。会约定到什么时候？几月、几日、几点钟？到时候你准定看到他。那这第二次见面，第三次的时候，他就带你走，带你到极乐世界去。他要不带走啊，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，你找不到，一定要他带你走。这个叫现前见佛，当来是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往生的时候，你看到佛带着莲花，在他手上，你爬上他的莲花，坐在莲花里面，莲花就合起来了。他把这个莲花带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，等到在七宝池里面，你在那个地方。转世成智，见思烦恼断干净，尘沙断干净，这花开见佛，那叫当来见佛。当来是在极乐世界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。第一个证明，极乐世界真有；第二个证明，阿弥陀佛真有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他，你想想看，这么样一个条件具足的人，我相信三四年之前，他第一次见。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他见佛多少次？净土宗历史上记载，慧远大师一生见佛4次，从来没人跟人说过，最后往生的时候告诉大家，见过4次，见到极乐世界，人家问他。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？他说，跟《无量寿经》所说的完全相同。那我们现在下莲老的汇集本，《无量寿经》是最圆满的，最明晰的，这是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所以我估计，我听这个海贤老和尚这个光碟，我听了30多遍。我劝大家每一天听3遍，把它当作。无量寿经来学习，它是无量寿经的总结，也是无量寿经修学的实录。海贤菩萨把无量寿经上，无论是理、是思、是因、是果，性相，表演的非常。清晰，非常难得，那就是一部活的无量寿经，一天听3遍，听上1年就1000遍。古人讲的读书1000遍，那个1000遍，一天
再念一万声佛号，一年保证往生净土。我们的时间就没有空过啊！啊，稀有难逢啊！他来给我们做证传，给我们做证明，坚定我们的信心。啊，愿所有同学都能够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，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成佛。啊，在极乐世界，在普度众生，我们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啊，老和尚为我们做这种表法事情，我们非常感恩。啊，这一生不能一教奉行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那就对不起他老人家112岁啊，修学92年，我们怎么能对得起他啊？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去看啊，会看上瘾，看进去之后欲罢不能，遍遍都有新的发现啊。这个发现呢，跟阿弥陀无量寿经啊所说的有相应，看哪些他做到了啊，非常有味道，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啊。那么戒律我们要问老和尚，老和尚戒律是圆满的从哪些地方看？他没有嗔恚心，没有分别心，对人对事都是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，就是看什么都欢喜，看什么都高兴，一生没有怨恨过一个人，一生没有发过脾气，这我们要学啊，没有对哪个人不高兴，无论你怎么样欺负他啊，侮辱他，他都没有在意，没有丝毫怨恨啊。他的布施，他的持戒，他的忍辱啊，他的精进，他的定功啊，他的智慧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。所以大乘佛法在哪里，无量寿经在哪里，他从早到晚表演的都在里头，我们要把它看出来，看出来我们才能够学会，才能学到啊！没有看出来你怎么学法，活的无量寿经啊！最后表法遇到了这一本书弘明法师编，若要佛法性，唯有生战生，稀有难得。啊，他是完全告诉大家，坚定信心，不要被外面流言所动摇，那就错误。啊，人家说经不能汇集，啊，汇集那是伪造。那是犯罪的啊，不可以用汇集本。他举出非常详细的例证，佛法传到中国第一部经42章经，42章经不是佛说的汇集的，
佛所说的这抄一点那抄一点，抄四十三小段，四十二段，啊，那头第一步就是会起的，你怎么能说不能会起？啊，我们道场用的扩充本会起的，啊，还有，所以经藏佛寺那些规仪规法本全是会起的，祖师大德会起，如果会起不能用。这个金灿佛寺就没有了啊！那现在这个寺庙是以金灿佛寺为主，他全用会集，这怎么讲法啊？所以这个没有充分的理由啊，只有无量寿经会集文错误的，其他都是对的，哪有这个道理啊？他说的非常好啊，希望啊，古大德教给我们，佛法是一体，要肯定一体。啊，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，开悟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：“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”啊，经典里面《大乘经》常有“一切法从心想生”。啊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这大乘经上说了许多许多。啊，这都说什么？整个宇宙跟我们什么关系？一体。为什么？自性是一个，法性是一个。啊，都是从这个地方变现出来的。说的最清楚、最明了的，《华严经》。啊，大方光佛华严经，把宇宙的来源、生命的缘起，啊，这些万事万法到底怎么回事情，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，跟现代量子力学家所发现的居然相同。啊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二三十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。是什么？高等科学啊！科学所发现的宇宙的奥秘，《大乘经》上全有啊！我学佛是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我从这儿入门。方老师告诉我。佛法是世界上最高的哲学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从这里入门的，啊，学了63年，啊，我完全肯定，不但它是高等哲学，还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所以佛法讲的什么？他只讲五个科目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，这是普世教育，是佛法基础的教育，好像是小学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大学，向上提升。啊，说向上一著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那么我们把基础的东西学好，至于高等科学跟哲学，我们到极乐世界再学，不要在这里耽误时间。到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寿命无量啊！这个地方寿命有量啊！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！啊，有好老师，阿弥陀佛是老师啊，不但。你能够见到阿弥陀佛，设佛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诸佛世尊，你通通可以见到，啊，通通可以向他们学习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，无比的幸运，
的人生闻佛法，啊，又遇到大乘，遇到无量寿，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，遇到华念祖的注解，稀有因缘呐！啊，我的老师上一辈，他们遇到很幸运，遇到下莲居的慧解本，没有遇到华念祖的接触。啊，黄老居士的接触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。啊，我们的缘是在美国见的。他到美国去弘法一个月，啊，我们在那里碰到了。那个时候他的注解刚刚完成，啊，只带了一部手写的本子，啊，送给我了。所以我是第一个看到的，啊，他的手稿本。我就问向他请教，你有没有版权？他说你问这干什么？没有版权我就翻译，有版权我尊重你，没有版权啊，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，要我给他写封面，我都答应。所以第一版在台湾印，印一万册啊，我是头一个看到的，难得了啊。这注解注的好啊，那么上一辈的人没看到啊，必须要把这部经讲明白、讲清楚、讲透彻，人家才能升起信心，无量无边功德。我们认真学习啊，特别是海贤老和尚用了92年时间把它做出来给我们看，我们看到了，不能不相信啊。我们将来往生要像他这个样子，不要人作念，作念靠不住啊！你看他的母亲86岁往生，他也没告诉人啊。这一天告诉海贤法师要回老家啊，晚年呢家里没人照顾，他把母亲接到寺庙里来，啊，母亲一生吃长素，啊，母亲忽然要回家，怎么劝也不劝不动，他很孝顺，跟着母亲回家，啊，回去之后，盖在小茅棚里面，啊，收拾干净住在那里，啊，往生这一天，他通知，啊，叫他的女儿啊，侄女，这最亲近的人啊，叫他过来，他自己亲自到厨房包饺子啊，吃完之后这一家人团聚啊，吃完之后他坐在一张椅子上，双腿一盘，告诉大家我要走了，真走了啊，说这一句话，我要走了，那头一歪真走了。这是表演给他女儿看，给他侄女儿看，念佛是真的，不是假的啊，没有生病，身体一样也不缺啊。还来佛寺的三个海贤老和尚的师弟海清82岁也是这样走的，说走就走了啊。第三个表演是海贤老和尚，多么自在啊，往生这一天的白天干了一天活，早晨干到黄昏，在菜园里面浇水拔草整地啊，做到黄昏啊，有人告诉他，啊，天快黑了，可以收工了，啊，他就说快好了，做完了我就不做了，没有想到晚上就往生了，啊，
这都是为我们表演，念佛人往生是自在的，没有病苦啊，没有哪里不舒服，一天还干到底，活一天干一天，没有说我今天要走了要休息，我好好念一天佛，没有啊，到晚上的时候大家睡觉了他念佛啊，等到人家睡觉醒了做早课了，当然你们有声音啊，灯是亮的，早课做完了到他房门一看走了我们要有这样的功夫啊，念佛人都是这样走啊，个个都相信了啊，个个都肯学了啊，所以他的戒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那是最圆满的戒律，就是眼见色不着色相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啊，耳闻声，鼻嗅香，舌尝味啊，身体的接触都能够做到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佛出世了啊，还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这是菩萨啊，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是阿罗汉。我们今天六根对六尘境界，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全有，这叫凡夫。啊，我们要转凡成圣，在哪里转？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转。啊，吃东西不要计较，这个好吃，那个不好吃。好吃的多吃几口，这凡夫，六道凡夫啊，所以修行在这里修啊，啊，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啊，不执着，执着的就是阿弥陀佛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啊，不是叫你不看不听不闻，不是又看又听又闻啊，又吃没关系，不要把这个放在心上就对了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功夫成片啊，至少要做到这样的功夫，我们就能有把握往生啊，再求阿弥陀佛加持我们，走的时候清清楚楚，像海鲜老和尚样自在往生啊，不要有病痛拖泥带水啊，那不要有病痛，首先不给一切众生结恶缘，这个太重要了啊，看到再不好的事情不要有怨恨心啊，不要有分别心啊，千万不能执着就好啊，那么这几天图文巴这些戒律课程欢迎大家去学习啊，能够有时间去学几天，没有时间到里面学习几个小时都是好事情，将来的光碟会出版会流通啊，大家会勤的在家里学习，那我的话就说到此地啊，非常感谢大家啊，谢谢大家。